警落車嗰三條狗喺度咩？再嘈兩個鐘一班。俾人落車，你放過去啦，你放佢先。你俾人落車。喂，邊個部手機啊？再嘈收多兩架。聽日你冷靜啲。我要落車嘅，落車先。要落車嘅，而家快啲啦。再嘈車都唔喵開，我部機嚟㗎，先生。呢邊個部機嚟？喂喂喂喂喂，冇俾走，冇俾走。我要自己開門走啊！做乜嘢？做乜嘢？佢而嬲喎，佢而嬲喎，佢而嬲喎。好啊。仲未嘈完，咁就要波頸啦。上翻車，上翻車，上翻車。係你而嬲冇咗啦，你唔好諗住攞翻啦。喂，靜靜，喂，做乜嘢？你做乜嘢？又嚟？你做乜嘢？你做乜嘢？閂門，閂門，閂門。昨日巴米加熱烈討論的一定是這宗懷疑偷電話事件，綜合幾個報料給我們的巴米口供，昨日下午2:54一眾巴米搭緊這部行 276A 的 Enviro500， 原因是這隻車很少走公路線，下層檔有人黐電話錄這個行車片，誰知去到彩蒲苑的時候，這個年輕人推跌柱上面的三部電話，去到上水站更加開始嘈交添，乜嘢啊？打人啊！更加有人話個僆仔想偷走下層嘅電話。呢度聽睇到啲咩啊？你咪要報警先，唔報啊，唔使報啊。你而家同人講對唔住啊？對唔住啊！你啱啱做咗啲咩嚟啊？好型啊！喂，做乜嘢？喂，你老細個老雞我哋啊！我同啲嚟㗎。嗱，我哋咧報警啦，報警啦，你而家翻嚟三條狗，好啊。咁嘅情况，其他乘客唯有落车转搭下一班巴士。警察嚟到就将涉事嘅僆仔同巴迷带埋一边了解。九巴嘅车务督察都有到场嘅。动物园结束。事件要让到3:22，部 Enviro500 先至开走。警方话收到个僆仔报案，话上巴士嗰阵时唔小心整跌三部电话，先至同对方争执。最终大家都愿意和解，警方就将案列做纠纷，冇人被捕。无论是大事定小事 ，Channel C 稳尽方法话你知，呢、这个就是出 app 的意义。一机在手，包罗万有，中意睇片定系睇字，全靠你一只手指。不论件事开心唔开心。对你好重要，定系食花生 ？Channel C 每日都会由起身陪到你去瞓。Channel C App 贴地全真，快啲 download 啦！